很多人都有经验，名字不雅呢，可以要求来改名，但你知道身份证字号也可以要求改号码吗？只要是谐音不雅或号码语有连续三个四或是尾数是四的，都可以向户政事务所来申请更改，不过只有一次机会。民众如果认为是说他的一个身份证字号是有一些特殊原因，那当然我们会认定就是说可能造成他生活上的一些困扰，那就可以到户政事务所写申请书可以改，不过他一生只有一次啊。对一些通缉犯或者是羁押者，或者是说他有受有期徒刑的一个裁判确定啊，那没有经过一颗罚金或者是宣告罚金之类的，那这个还是排除在外。日前台中有一名男子呢，因为身份证字号的谐音读起来不太吉利，因此要求改号，而依照内政部的规定的确是可以申请，不过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。身份证改号连带许多个人资料都需要变更，民众申请改号前应该要多加思考。